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款超美女包呢，正面的部分是以发锁 logo 作为镂空设计，而且颜色是少见的很有气质的米灰色哦。它本身是做打背带的设计，不过它还会附赠一条活动式的长背带让您运用。这个在待会10倍的部分再示范给大家看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它内部的夹层吧。靠近镂空的这一面，它会有两格的设计，然后这里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放像票卡、手机或是面纸。然后后面呢，它有做一个拉链的夹层，然后这边你可以放容易找到的小东西，譬如钥匙圈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装看看它的容量吧。我想大家在选小包的时候，最常碰到的问题应该就是折伞放不放得下去。可是这款包是不需要担心的哦，您看它是可以完全平放进去的。那像这种500ml的水壶也是可以整个平放的哦。然后再来就是像这样的长夹，它整个拉链的开口也是可以让它顺利的进去的。然后另外呢，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，它的另外一面是做素色的设计，所以那如果像你今天穿的不是那么的正式或是 lady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背这一面，就是会带有一点比较休闲的感觉。所以呢，这款包款也提供了比较多的穿搭的风格哦。